书接上回，接说这一段雍正剑侠图。上回书咱们说到胡运胡伯刚跟他这师哥两个人夜访裕王府，没想到碰上人家护府教士大个子寿元寿永年，这个人比较愣，贸然动手。这两个护府教士本领还真不弱，一个叫花刀马龙，一个叫双钩蝎子陆成陆双河。大个子寿元跟花刀马龙两个人一动手，这个双钩蝎子暗含着就打了大个寿元一飞叉，正在肩头之上。大个子呢让飞叉打一下不理会，伸手把这飞叉给蹬下来了，往地上这一扔，还要二次动手。可是这飞叉一蹬，血往外一流，您都知道人身上这血这么转，突然间有个口子往外一冲，它自然转的就快了，这是血压的原因。血转的一快，他可就觉出来了，这地儿发麻坏了。这飞叉有毒，要不他怎么叫双钩蝎子呢？是这路外号，您记住了，他的兵刃上都带毒。紧跟着就觉得天旋地转，大个子寿元虽然没有小孩胡运胡伯刚这么大的能耐，但也是见个传授啊，拿手一捂伤口，胸得不好，他这叉上有毒，和这个毒好厉害了，也就是江然说了这么一句话，再想说话可就说不了了，就觉得舌头根子都发木，眼前一黑，咕噔一下子躺这儿了，死过去了。好厉害的毒啊，他这叉上是什么毒不知道啊。这儿花刀马龙过来举刀就要剁，小孩抖手就是一锤，胡运胡伯刚这个走线铜锤可厉害，他身上两宗暗器，跟师大赵蓝田学的子午闷心针就不能随便打，这个针细若牛毛，而且打的人身体里边顺着血脉往里走，要是走到心脏这儿，这针一扎的人当时就死了。能打的这个人自己都很难解，也不是说绝对解不了，但是很麻烦了。要不是碰上大奸大恶或者说非打不可的地步，这个针轻易不打。但这走线铜锤也很厉害，这是他老师智源高僧教的，也敢说百发百中，啪这一锤打出去，整在花刀马龙的腕子上，那打脑袋人就死了，不能打脑袋。胡运心里明白，自己两人夜探裕王府这就犯法，说为报复仇到裕王府里边找仇人，你归为探听消息，到这应该瞧人家护府的教士绕着走躲着，不要发生冲突，高来高去暗含着把这事打听明白了，冤有头债有主，咱们再报仇。你到人府里的大模大样直接问裕王千岁住哪儿，人家能不动手吗？说他飞叉上面有毒，歹毒点儿，那也没办法，人家干嘛，人家是护府的，一看你这么大能耐，下手就不留情了，也就是说自己不太占理，更何况到了王府里的再伤了人命，这什么地方，这北京城，那还了得，
现在你银叶入府打一刺王杀驾也活不了啊，所以不敢伤人，锤找腕子，这一锤打上，那刀还不撒手，嘡了啷，钢刀也撒手了，腕子也折了，拿这手一捧自己右腕子，再想抬胳膊都抬不起来了，这下可也是重伤啊。紧跟着双钩蝎子就过来了，他一副花刀马龙，小孩蹲下一抄大哥的寿元，别打了，把走线铜锤递了的手里头，这手把师哥抱起来了，别看那么大个子，胡允胡伯刚把他抄在手里边，真得说举重若轻，到了胡允胡伯刚这个份上，抄200来斤一个人不费事，别打了，你这飞叉上是不是有毒？呵，双钩蝎子陆成心里这个别扭就甭提了，这两个银叶进府的刺客胆子也忒大，不仅张嘴说话还聊起没完，这动手打着仗的打躺下一个，怎么还聊上天了？快说你飞渣是不是有毒？可这眼瞅着花刀马龙也负伤了，他也不能动手，自己还得顾他，那就说吧，反正这在誉王府里边聊的声越大，来的人越多，把你围上你就走不了了。陆教师点了点头，不错，我这叉上有毒，把解药拿来。陆成乐了，嗯，你这不开玩笑呢吗？啊，我打飞渣就为把他打躺下，能给你解药吗？还告诉你，我这个毒啊，不是一般的毒，常人难解，要没有我的解药，重者必死，不过就是时间长短而已。你要有能耐带着他，你去找解药去，找解毒之人去。当然了，我瞧出来了，你们俩不是来刺王杀驾的。陆教士也是很有经验的，久在江湖，现在身为王府的教士，不是一般人物。咱们这套书从铜陵起，您可听明白了，铜陵护府当教士没有经验，薄纸一张，他也不懂得护府的规矩，赶上吴晓闹贝勒府的时候误打误撞，前赶后错，事情误会到一起了，这才够奔地坛灰二侠。咱们说前文书的时候也交代过，前文书就是前了一点十几年前咱们说的了，当时你是贝勒府的教师爷，有敌人跟你约架，你怎么能够私自去呢？这不是说江湖上快意恩仇的事儿，你要打算办这事，你得禀明贝勒爷，调动人马把地坛围了，到那儿把一伙匪患一网打尽才对呀，只身犯险，这是铜陵主要的问题之一，大毛病。当然这是性格使然，听过前文书您知道，几次只身涉险尝尽了苦头。在咱们这套书当中，铜陵就因为自己这毛病经常的失踪，说着说这铜陵就没了，所以咱们不能叫铜陵传，铜陵传得老有铜陵才叫铜陵传，这剑侠图呢，他说着说就没有铜陵了，这是由他而起这么一个故事。那么这是护府的职责，你保护的这是这一家子的安全，主要保护贝勒爷的安全，哎，这是会干的。所以陆教士马教士人家是护府之责，只要是搅闹王府的人走了，
这就算立功了。这俩人进来打听王爷在哪屋，他不是辞王杀驾，这是憋着找王爷讲理的。碰着这浑人了，别看武功高强，没有经验，瞧出来了，这场仗输也输到这儿了。因为叫胡允、胡佛刚和寿元两个人能耐很大，但是没在江湖上走动过，没有任何经验可谈。道之然给一飞叉，纵然胡云有能耐，就把这俩教师爷都打死，自己这师哥也白死了。现在伸手跟要解药人当然不给，你有什么能耐自己想去，我也不为难你，咱也不必动手了，我伤你一个你伤我一个，这就算扯平。你带着这个人速速的离府，他是死是活我可就不管了，他要活了那算万幸你认便宜，他要死了我也跑不了。豫王府的大教师不是说今儿干明儿不干，只管来找，就似乎尔等这样的人到府里前来搅闹的，一年总有这么三波两波的，我们要是都怕那就甭干这差事了，有仇只管来报，也不必再跳墙进来。王爷有许不在家的时候，我没有不在家的时候，一年三百多天天天跟这候着您，您到门房随便找一个小厮，就说找陆教师，到时候画出道来当河走，我接着你就是了。他看出来了，看出什么来了？看出这个年轻的比这大个子难斗，就这一走线铜锤自己就挡不住，啪这一下花刀马龙腕子就碎了，刀也掉了，自己过去也是白给，更何况这飞叉已经露一回来，人家有防范了。好在胡允志不在伤人，让陆教师这两句话一说，当时也没主意，又怕耽个时候，师哥真有性命之忧，扛起来师哥纵身行就上墙头了，越墙而出撒腿就跑。好在这会儿已然是深夜了，街上没有人，跑回天和殿，到天和殿啪啪啪就敲门。夜了都上板睡觉了，伙计不给开门，这时间你打电交代不下去。尤其北京不比乡下，皆因为是经济之地，夜里头城里进不来闲人，城门到晚上全关，那要赶上有宵禁，一到擦黑街上就不许有人了。伙计问谁呀，有什么事天亮再说吧。住店的，我们原本就已经在店里头了，出外会朋友吃饭喝酒喝多了，现在回来了，就回来的晚点，你受累开个店门，我们回屋睡觉。伙计一听这话，昨晚这二位没出去，吃完饭告诉说就在屋子里头歇会儿，然后对俩说遛个弯儿，哦，外边喝酒去了，有这么个茬儿。这得喝的什么样啊，这会儿才回来，开门吧。把门打开了，不错，是住店的，可是那年轻的挺慌，扛着那大个儿，别瞧大个儿这么大块头，真扛得动，一点没瞧出吃力来，也没让这伙计搭把手，开个门就往自己屋里走。伙计这赶紧关店门，赶追回来到屋里一瞧，大个儿已经躺在床上了，跟死人差不多。这人感情中毒死过去跟喝多了两码事儿。客官，喝多些呀，这是我们喝成这样了，我给预备点热水吧，这一会儿醒了准叫渴呀。醒不了，
喝多了就是睡。那这得预备个盆吧，我弄两块炉灰垫上，这玩意儿要一会儿醒了吐也受不了。那就在你吧，你受糖累怎么样？您说，给请俩大夫去。他这个得抓紧时间瞧，喝多了请大夫干嘛呀？明天天亮给他预备点粥，我估计吃吃不下什么去了，这醒了也头疼，我们给做个醒酒汤，这倒可以。这钟点没地儿给您请大夫去，不成，赶紧请。他这醉酒醉得厉害，跟一般人不一样，要没有大夫就许醉死过去，喝太多了，而且我瞧着八成喝假酒了。假酒不死人呐，假酒不醉，假酒兑水，兑得多。您可听明白了，清朝的假酒就是兑水兑得多，那叫假酒，跟现在的假酒两码事儿。现在不兑水就是水。然后可能往里搁什么，因为我不懂化学，据说是搁点这搁点那个，您就说您要多少度吧，您要什么味儿吧。这酒大概是有酱香的，还有清香的等等吧，有各种小瓶儿，往里兑点这，往里兑点那，您要什么味儿就什么味儿，要茅台有茅台味儿，要五粮液有五粮液味儿，要43的就43，要52就52的，要什么度数就有什么度数，是这意思。那人喝出来能没毛病吗？过去喝假酒倒不醉人了，真酒劲儿大，你喝半斤假酒，喝一斤半都没事儿，这兑水兑的多呀。这喝多了还至于找大夫啊？快去快去也得等天亮。您砸我这门，我是干这的就得给您开门，把别的住店的砸醒了，人也就埋怨两句，谁让您喝多了。我砸人大夫们这东点就我砸开人也不来，哎呀，这可要了命，这不省人事。寿元寿永年就跟死人一样，也不知啊现在是死是活。把胡允胡伯刚急的热锅上蚂蚁一样，在这窝里净转木，那管不了啊，伙计不去啊。自己别瞧是北京人，打小就离开北京了，这谁家有大夫也不知道啊。好容易挨到天蒙蒙亮，他又给伙计叫起来了，快去找大夫。伙计说就早上活多，我得生火烧水帮厨做饭，这早上起来有吃早饭的，我得下板做买卖，有赶早要走的客人，我得帮人家搬行，你都甭管，这都我来，我给这厨子打下手，你赶紧找大夫去。说实话就拿钱找好大夫。哦，找哪科的呀？这喝多了归哪科呀？你请一内科的，请一外科的，请俩。好吧，伙计一看你拿钱那就好办呢，到那儿让大夫埋怨两句，骂我两声，我给钱，那就跟我来了。伙计还真办事，离着天河店不远就有医馆，也有药铺，可是没开门呢，也没下板呢，就有一样好，开了门就许排上队了，尤其名医，早上一开门这就有五六个号等着，这来太早了，天还没大亮呢，没人，啪啪啪拍门，先生起到很早，这位先生还真是个老中医，经验很丰富的，漱完口洗完脸盘完辫子换好了衣裳，沏好茶可没喝，那意思开个门出去河边筒子河溜溜，什么叫五禽戏呀，哪叫太极拳，老先生要活动活动，活动完了之后顺早市上买点什么吃个早点，到家里头把茶给续上，喝会的茶，等太阳高升了这才出堂坐诊呢，每天如是。
起是起来了，也归着好的，正要出门，迎门堵，天河店的伙计在门口等着呢，您快点跟着救命去吧，半宿了，人事不醒，喝多了，喝多了呢，赶紧给救我了，要不就醉死过去了。老大夫心里话说，我跟你瞧病，你没吃早点工夫了，我回来病人来了，有心不去不得挺急。伙计一瞧老先生有点不乐意，赶紧把钱拿出来，您放心，出诊的钱绝对多给，加倍给。怎么不好啊？酒醉，醉的人是不行，跟死人一样。喝多了，嗨，这很简单，弄个醒酒汤灌下去，再给扎两针就好。行行行，远吗？不远，天河店。哦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这就到。进屋取针包，连药箱子都没带。哎，过去大夫就是这样，高手随身就带个小针包，到哪啪啪给人扎两针就好。你要是不行的大夫，差点的还得挑着药箱子，那里边什么都有。当然了，大夫跟大夫也不一样，不能够一概而论之。老先生来的还真不慢，眼看到天河殿了，伙计在门口等着呢，您快跟我到里边来。来到上房间，站着一个躺着一个，甭问，躺着这那喝多了的，就他呀。啊，好吧，您给手术手术吧。这不是喝多了，这中毒了，这是。翻个眼皮一瞧，中医讲究望闻问切，诸多表现，这都是中毒了。他不是喝多了，伙计在旁边站着呢。胡允不敢说呀，为什么死罪呀？夜闹王府，挨一毒差。是喝多了，伙计，你给大夫沏点水去。伙计转身走，赶紧跟这大夫说，他中了一种暗器。大夫听这词儿耳生啊，暗器啊，有人拿叉给了他一叉，叉上有毒。插到哪儿了？肩头，把衣裳扒开一紫包，紫包是紫包，昨天晚上流血，现在连血都没有，早就凝住了。由这紫包往下呀，一股黑线。老先生一瞧这个，咧嘴了，这我可瞧不了，我真挡的呀，是喝多了的，那好办。扎两针，一会儿我给开个方子，都不用抓药，开个醒酒汤就行，灌下去就好。这可不行，这不是我能瞧的。好在我带着针包呢，我给扎两针，防止这毒再往下走了，能多延一时三刻。这我连方子都不敢开，这病我瞧不了。胡远这急就甭提了。您多费心，先给手术手术。这是把针拿出来，啪啪啪就扎上针了。这针扎上可不敢往外拔，醒针呢，那一会儿针就拿下来了，这针就扎着了，就这么搁着了。快请能解毒的大夫。哎，伙计，水也烧开了，茶也沏得了，再进来先生没了，人家已经走了。怎么样，这什么时候醒？你还得再请一大夫去。还请，这个不灵，这治不了啊，这个醉酒，你得再请一个，再请一个。那个天河殿这边有一个，这边还一大夫，我再请请这位去。哎，快去，又把这位给请来了。这位已经都到点了，有病人了，愣把人那位病人搁在那儿先来了。到这儿也是外甥打灯笼照旧，一晃脑袋，治不了。这针谁给扎的？刚才一位大夫给扎的。哦，那就是了，这不是我们寻常内科能看的，解毒我们可不会。就解毒的大夫来了，他也解不了，不知什么毒。
得对症下药，知道它是什么毒，才能用什么药去解。你知他那个毒暗器上喂的是什么毒药啊？不知道啊。这要错下了药，当时气绝身亡就完了。我们可不敢看，连方子都没给留就走了。伙计快来，伙计没来，掌柜的来了。掌柜的早起外边溜一弯回来，伙计把这事儿就嚼折了。老掌柜一听不对呀，喝多了酒至于请大夫连着请俩吗？你别去了，我瞧瞧吧。掌柜的迈步到屋里一瞧，这位喝多了呀，您是？我是本店的掌柜。哦，老头子气宇轩昂，俩眼倍儿精神，刷刷直放光，似乎身上带点功夫。胡允不敢说瞎话了，不是醉酒染打伤了，他就对了。你瞒得了伙计，可瞒不了我。你们进店的时候咱们并没见着面，不瞒你说，我少小之时也练过几天，不过厌倦江湖，我在京城开这么一个店。老先生您贵姓？我姓何，叫何茂，江湖上也没有什么名望，你也不必打听了。书中代言这何茂自己不好意思说，皆因为他是下午门的，他是干这个的。年轻的时候专业偷东西，到老知道害臊了，也确实干不动了，攒了点钱开了这么一间店，可真得说洗心革面，打这以后净做善事，没再做过歹事。自己当初这历史羞于向别人提，所以不提过去，你也甭打听，江湖上也没我这么一号。他到底怎么回事？让仇人给了一个暗器，暗器上有毒。哦，我瞧就行了，您看看，把这打开。哎呀，这很厉害呀！头一位大夫拿针给扎住了，这还好办，能多挨一些日子。这么办吧，我给你请人吧。太好了，您说，我现在手头钱不多，有多少钱？您都先拿走。哎，钱不行。何茂心里话说，这死的我店里的，我也贪事儿啊。另外为仇人所打，这京城之内哪有使这歹毒暗器的？我久在京城开店，不知道啊。行，他这一时半时死不了。你们在哪儿中的毒啊？谁打的知道吗？豫王府。豫王府啊，护府教士把他打的。你们上豫王府干什么去了？找豫王啊。坏了，何茂心里话说，管这闲事干嘛呀？哎呀，这要让豫王府的人知道进府搅闹之人到我店里，我还给治好了，我这灭了门了。这怎么话说的？看出为难来了。胡允胡不康说，您不知道，我们进府不是为了偷盗窃取，也不是为了刺王杀将，皆因我的身世跟豫王府有点牵连，找豫王千岁本来就是问点事儿，没想到我这师哥行事莽了，跟护府教师动起手来了，给了一毒飞叉，我给了护府教师一铜锤，这算两怼，把他背回来了。哦，你还有铜锤，暗器在身上带着呢。呵，我店里住俩高人呢。何茂心的话说，我这双眼也该挖，伙计也该死，你都告诉我一声啊。我给你推荐个大夫吧，您说。我认识位太医，太医可是太医，脾气不好，被太医馆开革出来的，专治毒的，姓辛，辛先生。辛先生住的还真不远，自己在家里的设堂。我把这位辛先生请来，听说解毒是很有名的，跟我半开脸的朋友，钱不钱的单说吧，他要说行，你这师哥有救了，他要说不行，京城虽大，能救他的人可就不多了，你可早做打算。另外我身上带的干系可太大了，我把您这位同门师兄弟救得了，倘若走漏风声，王府的人查到这儿来，我可盯不起，
他好也罢，歹也罢，可不能在我店里久待。只要救怀应过来，你们即刻从店里边走。我可不是下逐客令，为了你们萍水相逢之人，我冒着灭门的罪可不成。要救不过来了，那也就枉然了。我迫着画一口薄皮的棺材，那就是他的命了。您放心吧，绝不能让您受迟累。何茂一听这个，那行，出去吧，奔新先生。新先生真是太医院开阁出来的，跟这些个同僚们不对路。为什么？脾气直，这人什么病就说什么病，别的太医不是，这大夫啊都是好大夫。我说这都过去的大夫，有那心术不正的，您可能得的不是这病，愣告诉您得的这病，真得这病他也许瞧不出来。反正济世的良医不是没有，少而已。现在大夫单都好了，现在尤其中医都用西医的方法给您看。您到中医也是让您照片子去，先照片子 CT 验血，拿着验血单子，哎呀，你这腰不好是腰椎的问题呀，那让中医看干嘛？中医没有照片子，望闻问切，这人在三米以外就知你什么病了，那叫中医。过你一号脉就知你的五脏六腑哪有毛病，那叫中医。照完片子看片子说您哪儿不好，那不是中医。但是现在说中西医结合，没法抬杠。中西结合应该是什么呢？先中后西，能中不西，应该是这样。这也不是我总结的，这是人家中医们总结的。人家跟我说的，说岳父应当先中后西，就是说中医号脉号不出来了，那咱们再用西医的方法检查。能中不西，能中医解决您就别找，要不你看中医干嘛呢？然后中主西随，西为中用，现在都是中为西用，这就把咱中医糟践了。简单说吧，这新先生算有良心的大夫，而且治毒治得好。何茂到这一看，有两位没敢惊动，等这两位病人走了，新先生，哟，何掌柜什么来的啊？看您这有病人，没敢打搅，坐吧。来不及坐了，我店里啊住个病号，让蛇咬了，让蛇咬了。那店里都有蛇，都是小草蛇，咱过去北京老房都有长虫，小长虫，没有有毒的蛇，北京这地方就不怎么产毒蛇。让蛇咬了大概是毒蛇给咬伤了，您给解解吧。哎呀，什么蛇知道吗？不知什么蛇。预备药箱子，解毒它得带各种药，还得有外科手术，咬的地方毒血得放净了啊。让一个小学徒的背着药箱子跟着到您店里吧。好，您跟我来一趟。把新先生给请来了，这儿胡允盯着一看，何茂何掌柜带着一位老先生来了，自己可就不敢说话了，远远哨着，把衣裳打开，伤口露出来，让看这病人，看这伤。新先生岁数大了，眼也不得力。何掌柜，哎，新先生，多的蛇，这不是胡说吗？蛇咬的跟这个伤能一样吗？那要不说实话，这病我可瞧不了。实话实话你说得了，您救命吧。这位先生，您既跟何掌柜有交情，他怎么中的毒啊，我没法跟您说了，这也不能说，您就瞧这毒您能解不能解吧。解不了，我们是解寻常毒的，别看我解毒上有两下子，这个毒我可解不了。我炸着胆子开个方子吧。呵，何掌柜一听露脸，胡爷一听高兴，刚才来俩内科连方子都没敢开，
中医就是这样，没有把握别跟开方子，开方子你落不是。过去讲见补不见医，这我们的行话，就是谁要有为难的事找算命的，您给推荐见补，推荐的见不见医，那算命的算完了他准痛快。你给推荐一大夫没瞧好，这中间介绍人不落包含吗？对不对？人家说了，王二伯，你看你上回给推荐这大夫不管用，那个，哎，所以见补别见医。你听这人要找算命的，要问补前程，你就给他推荐，他冤大头，冒傻气，这样的人一骗一准儿。你给他推荐完了，饶着那位赚他很多钱，他回头还谢你，你跟我推荐您真灵，没个不灵。所以您也别找算命的，乱七八糟的，全是假的，没有真的。说你怎么说那么绝对，我就敢这么说。反正我也认识不少，包括什么气功啊、特异功能啊，全胡说。我小时候80年代的时候，北京的特异功能的气功大师现在都哪里去了？活过90的都没有，长寿的自己倍儿棒的还能救人的没有啊。咱甭提是谁了，您也都知道，我能说出10个以上来。这个呢，敢给开方的就不含糊，草你一方，开方的不给，在手里边攥着，又看了两遍，跟您说明白了，何掌柜的，这个方子治不了这病，哎，治不了这病，您干嘛呀？这方子是解毒的方子，表一般的毒行，这个毒已然表不出来了，但是有好处无坏处，多少的能往外散点。头一位大夫给用完针，再把我这副药给灌下去，多了不敢说，最少能再撑3天。这3天每天先灌米汤，这人要3天不吃饭也死了，把牙关撬开，米汤灌下去，我这里头有点解毒的药，再给他往里头灌药，灌不下去得愣灌。哎，要说我这副药下去3天之内有动静了，甭说缓醒过来，哪怕放个屁，就说明我这药有用，咱们再2次开方接着往下瞧。要连米汤最后都灌不下去了，这药不管用，另聘高贤，我就到这儿了，治不了，也就把话说到这儿了。何掌柜一听，哎呀，费挺大劲敢开的方子就这样。这个新先生，哎，这个方子开完了啊，我求您点事儿。您说，虽然您从太院出来的，太医院还有高手没有？凭您的面子再推荐2位，咱们够不上人家，不怕花钱，要知道有谁咱们去找人家去。哼，那些位啊，不找也罢了。辛某人在太医院供职的时候，解毒2次，我要说不行，他们也就不行了。这病就是他得，这病要是王爷得，也就嗯，就一提王爷二位，好家伙，根儿直颤。这么大北京城，您就到头了，也不是，也不能那么说。严车困良机，田野埋麒麟，莫要瞧不起民间呐。这民间也有高手。不在太医院也有比我强的。哦，何掌柜一听，高啊，这倒是对的。嗯，您知道还有谁瞧毒瞧得好的？哎呀，瞧毒我倒不知道，不过专瞧疑难杂症，差不多的病全瞧好了。谁呀？离这不远有个火神庙，有个胡老太太。我不认识这人，听说倒行。胡运胡不刚一听，嘿，这倒不错，绕8圈回我妈这儿来了。胡老太太是我妈呀，可是有一节，我妈要在，我费这事干嘛呀？
我两天一趟三天一趟上火神庙找我妈去，我妈没带然接高丽儿去了，说让高丽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呀、啊。呵，哎呦，对呀，我们老太太是幸会神尼的传授，那江湖上的这些暗器一定教过我们老太太呀，要有我们老太太在，师哥就许活了，不成我高丽儿吧，有三天高丽儿打来回可就来得及了，京北顺义你要现在开着车这会儿去俩钟头高丽儿就回来了，那会儿可不成，就是胡云有功夫也得跑半天跑到那儿找着老太太给背回来，那一天半也回来了，想到这儿胡允倒踏实了，何掌柜您甭说了，先生您这药方子我们抓药，抓完药不能保三天吗，这三天之内我去找这胡老太太去，剩下这您甭管了。何茂一听那也可以吧，有个胡老太太死马当活马治，再冲这胡老太太说话吧，新先生行，这诊费您看，哎，咱们这交交就甭提诊费了，这药你们赶紧抓去吧，恕过无能，恕过无能，再一会再一会再一会，恭恭敬敬先把人家新鲜给送走，这伙计抓药灌药汤灌米汤就甭提了，都伺候完了，何掌柜的我跟您打点事儿，您说高丽儿怎么走啊，我出外地在山东待了很多年，长大了这才回来的，净听说高丽儿在京北，京北这怎么走啊，京北啊往北走就得出德胜门，清河沙河成平县南口青龙啊，那过了到青龙桥就过了，不那么走，往东北方向走，哦，往东北这样吧，你啊出城再细打听，你要请这胡老太太赶紧去就是了，哎，那这三天我就把他交您了，反正我身上这点钱都给您搁在这儿，连店钱饭钱什么米汤钱药钱您都冲这点钱说得了，三天之内他别死，我上高丽儿把我们老太太给叫回来，您看怎么样，你们老太太哟，胡允说漏嘴了啊，火神庙的胡老太太实不瞒您说就是家母，我亲妈，我们从山东回来到北京就是找妈来的，我们老太太恰巧没在火神庙，上高丽儿瞧病去了，给人家看病去了，我住您天河殿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三天一去两天一趟，老太太没回来，您说这不急人吗，哦，何茂一听胡老太太我太知道了，自从到北京离我不远火神庙这儿开堂设诊专治疑难杂症啊，新鲜推举这老太太可神了，没想到你是胡老太太的儿子，胡允这话说完了自己也心虚，到底这胡老太太是不是我亲妈呀，说这都对，北京老太太到山东学完医又回到北京，你要听这意思是我亲妈，这回头接回来不是我亲妈那不更乱了吗，可不是亲妈也得接呀，先得治师哥这病啊，得了，我的身世回头我再跟您说，等把我这师哥救过来到底怎么回事我肯定都告诉您，好啊，已然伸手管闲事了，救人救到底，送佛送到西，你快去吧，哎，这都交代清楚，一转身该着火神庙来人了，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正常您什么事儿，胡老太太回来了，这家伙想吃冰下雹子回来了啊，高丽儿那边瞧病瞧得顺，说是十天半个月，没想到到那儿药到病除，那位病好利索了，人家套车把老太太给送回来了，您这去问好几趟了，老太太一听说胡伯刚这仨字好，很激动的让上天河殿找您，您赶紧去见老太太去吧，呵，何掌柜的行了，我妈回来了，跟着这位火神庙的撒腿就跑到火神庙了，那人说胡老太太回来没有，回来了，
老太太从高里儿回来，听庙里小老道一说，有叫胡伯刚的孩子找的，就知自己亲儿下山找来了。老太太很高兴的，可是听幸会神尼说，这个孩子造恶大，不但拜了剑客志远，而且上了九华峰。他的师大爷赵蓝田传的一套武术，幸会神尼都很羡慕的，说赵蓝田这人性格古怪，他有一宗暗器，天下无敌，就是老你我惧怕他三分。可是有一节，他要肯传令郎教你这儿子，他的造化不小，就是不知道他肯不肯教了。老太太很高兴的问老神尼，要学这道功夫得多长时间呢？那就不好说了，因为我没见过你儿子，聪明的小个十年八年，不聪明的小一辈子也是他。老太太学一学了五年，可是幸会神尼非常惊讶，为什么呢？人过四十不学艺，您拿我来说吧，我现在四十多了，您让我学什么我也学不了了。我现在跟您说的就我这俩奶功，我小时候学成什么样就学成什么样，进步不了了。现在教我什么我也学不会了，我除了这个会，剩下对这社会上您说吧，所有的事儿我什么都不懂，不会，跟这社会都快脱节了。我出去一给人家花钱就笑话我，我还给现金呢，人家到哪儿都是扫码，最简单的我都不会用。我媳妇老说我，你为什么不学啊？拿那手机打车，那不下一软件，你学会你自己也方便。我就不学，太麻烦，我也不弄那卡，弄这卡还得记一密码，家里的门锁现在都是密码的，门都有密码，我要把这密码往人家都回不了，你给我一钥匙怕什么的，一拧不就开了吗？愣告诉这个安全，我不理解，我觉得这安全，反正各有各的好，各有利弊，但我是除了小学的以外什么都不学了，自暴自弃了就完了。但是也有表扬我说，岳坡你这就叫工匠精神，就学这个就扎下去了。哎，那在这领域我就算会一点，也不是都会啊，会点。人过四十不学艺就学不了什么了，脑筋跟不上。呵，这老太太这聪明，幸会神你没赶过这么聪明老太太，你教就会，教就明白，全会，请囊而受，把自己绝技全教他了。老太太你别看一招武术不会，继承老神尼这个了。神尼很高兴很欣慰的，没想到老来老来教这么徒弟，哎呀，冲你呀就瞧见你儿子，你这么聪明，你儿子傻不到哪去，也许能得赵蓝田的欢心，得他这宗暗器。老太太回北京了，由曹州下院到北京悬壶济世行医，疑难杂症手刀病除，真有江湖人来过，也受伤了，到这三下五下给解决好了，所以把胡老太太传的呀神乎其神，拿得当福地圣人了，半仙一样。老太太别看不是江湖人，现在渐渐的对江湖上的事儿也多少知道点了，一听说儿子回来了，那能不高兴吗？可心里头琢磨这个，当初师父说我这儿子就聪明也得学十年八年的，跟他这师大没学那么长时间，是不是淘气了，师大也给轰下来了？没想到去得快回来麻利，给儿子领来了，母子见面呢，这么多日子没见了，能不动心吗？爷俩都要哭，哭晕胡伯刚强收住悲声，娘啊，咱娘俩先别哭了，没想到您回来这么快，您可救了命了。老太太一听，怎么了？我们下山这哥两个啊，那大个子我见过呀，跟着你和尚师傅还下山瞧过我呢，那大个子真不错，你那师哥憨厚极了，就是他。我们俩人到北京他受伤了。嗯，受伤了，挨一枪挨一刀啊，不是外伤，内伤。
给一掌啊，那可不好治。不过有妈妈我在，你这个师爷幸亏老尼专教我治内伤，什么重手法打上，只要人当时不死，到我手里头都能给他调养过来，也没挨一掌挨一脚挨一拳都没有，挨一飞叉，可是叉上有毒。哦，毒叉呀，嗨，挨一暗掌不好治，要有毒叉那就跟外伤差不多了，那更好治了，有解毒的药，给他内服外用，把毒化开了，他那么壮的身子，有点破皮的伤就当红伤治，那有些日子就好，没什么事儿。你瞧瞧，胡月一听连太医都抖了手，到我妈这小三灾咳嗽感冒的意思，得老太太，那咱们就赶紧的吧。赶紧什么呀，母子若干年不见，到这儿我就跟你瞧病去，咱你俩说会儿话，您真成家成吗？怎么我说娘咱可别逗，那都要咽气了，您真行家行啊。哎呀宝贝儿啊，你自顾你跟剑可小能耐，你不知道妈妈我跟谁学的呀，教你谁呀？寿月老恩师智远老和尚剑客，然后找师大爷又进修好些年的赵蓝田呢。赵蓝田呢，你们老师跟他客气，说怕他那案情，我们老师说了，天下能打过我们老师的没几个，你别叫妈，我也不会武术，但救人没问题。得了儿啊，走吧，就这么走，不这么走怎么着啊？那还怎么着，来你跟着。说着话拿手一指，旁边有个老妈子，这老妈子现在办了神仙，自从胡老太太到北京就是他给打下手，您别瞧不起这打下手，现在叫助理呀、啊，过去叫跟包，现在叫助理。好多人劝我，您来一个经纪人，我要经纪人干嘛？您来个助理，我说我怕这助理。我别助理助外的了，是不是？我一说书的，我后边弄一助理，再来一经纪人，出去也前呼后拥的，您别挨骂了，咱也没那份儿。问您不是白跟着，你得给人钱呢。但是他所有的行医，这老妈天天的看着，慢慢他也会了。一开始是老太太给瞧，有的不是特别难治的病，他迷信这胡老太太也送这儿来了。老太太一瞧，这嗨不用，这你来吧，小孩托管，这老妈子过去，哈哈，小朋友真可爱，走吧，什么事就走，那活接上来跟好人一样啊。这一般的病他给治了就行了，让他跟着就行了。呵，哎呀，胡永胡不刚跟吃粮食的一样。得嘞，老太太，咱们娘俩回头啊再聊家常，您先跟着瞧我这师哥吧，头前带路，来得真快。胡永胡刚头前带路，这老姐俩后面跟随不多一时，来到了天和殿，直接到上房屋，打开医生一瞧，老太太一抿嘴，哈哈哈哈，不太好办。